常来为我们团员而加油。那今天赛事算是内容量很高，因为前面我们一直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时机可以得分，可是在今天的九局下半，靠你的一支全垒打逆转了战局，你在当下自己的心情是什么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？很开心，然后对，我觉得比赛还没有到最后，就是每一次机会都是机会，对。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，对不对？对。在打击出去之前，你有想到今天会是成为 MVP 的那一位吗？不可能，完全没有想过。但是在当下，你站上这个舞台，现在呢，你跟新港队的十号队友面对面了。那当然，在今年还有很多的这个赛事要等着你们来这个为我们拿下胜利。今年呢，为自己或者是为球团定下一个很坚定的目标，要拿下什么样的成绩呢？总冠军。总冠军。好，那我相信到所有的球迷朋友应该也发现，今年呢，就是在我们球员上场打击的时候，在我们的环形幕上面会出现球员的一些小秘密。我们有看到我现在环形幕上面的建筑啊，他的偶像是自己耶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你的偶像是自己？不好说吗？为什么？有时候比较自恋一点，是因为自己觉得自己长得超帅的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，为什么你的下辈子想要当华尔街之狼吗？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，奇怪是不是？该不会是被陷害的吧？有机会。我今天让你有机会先表现出，就是有没有可能可以成为华尔街之狼？就在我们的舞蹈的部分，跟我们的多